朋友们，晚上好。俗话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我们生到人世间，一定别骄傲，一定要低调。那些不懂这个道理的人，凭着一时的运气升官发财，但是如果他一旦好运过去，他会败得很惨的。我们不但要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。什么叫智慧的人呢？就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明知不对，嘴上别说，话要少说，事儿要多做。明知不对，嘴上别说，宁可得罪君子，不要得罪小人。俗话说，明枪好挡，暗箭难躲。以上的这些道理，大伙只要记住，保你平安生活。